牛肉45一斤，来点肥的。行，圆葱给我来一个，完来点金针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今天一个齐齐哈尔的哥们教我怎么拌齐齐哈尔的料，咱回家烤肉。到家了，看我大姑娘，咋了，姑娘又磨人啦？啊，又磨人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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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外面有一层小金皮儿，给剃下来。怎么样？切点圆葱，食盐，辣椒面，芝麻，来点香油和胡椒粉啊，香油，盐和味素，用我的埋了不摊小手给它刮过匀过。可以搞点酱油啊，还有哥俩，完了哥俩烤点肉，一会儿下点汤。怎么样，弟？啊，还行。行啊，咱们你要是不嫩的话，咱俩加点土豆干，还可以。嗯，这味儿行啊，哥们们，啊，相当好了啊。今天呢，今天这视频本来不想拍了，昨天我就没更新，有点情况，我这个账号啊。今天跟大家说一声，等着搬那头去，我好好布置一下子，完了再开拍，说不定哪天吧，应该是礼拜六、礼拜天左右吧。下次更新也就是周日、周天或者周一。歧视的哥们儿们，看看我这么办对不对？是不是你们那个歧视那个烤肉的味儿？反正我吃的是挺香啊。小香油一放里啊，那小味儿嘚儿呀上了，配上点白米饭，你就来吧。我跟你说，哥们吧，就这金针菇，煎糊巴的，老好吃了。嗯，味儿是焦香，里面还有稍微嫩嫩的。先来个鸡蛋。牛肉味已经进里面去了，非常香。小黄强笑着回过头来问道：“我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。”一会儿下点这个嫩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就来吧，哥们儿，那是个真香。开了啊，下点这玩意儿的。军哥整那玩意儿，你就来吧，哥们儿。齐齐哈尔烤肉结合佳木斯地区这种吃法，混合的
你就说投不投了吧。啊，哥们儿，嘎嘎香。就豆腐，嘎嘎嫩的，白白吧，玩活了。